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咱们继续打文明六日本的征服篇。好，那咱们马上开始啊。今天我的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再继续进攻俄罗斯，打下他估计不成问题，但是我的兵感觉兵种有点太原始了啊。不，还好咱们今天呢多生产弩手啊，咱们先下回合喽。这边都是俄罗斯的兵嘛，对不对？然后呢，我还是那招，继续的劫掠，只要你不打我，我就劫掠啊。咱们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24年銀行を見かけたが、私にそんな時間はなかった。银行24小时营业，但是呢，我却没时间去，直接说没钱就完了呗。选择研究。我看啊，咱们科技争取一个都不落啊。哦，到这儿了，制图学。大量生产。印刷术火药。咱们先来火药吧，才一回合。以前我好像研究过火药。咱们继续，稍等，我看一下。这边如果都安全的话，这埃及是吧？埃及你来干嘛？要开城吗？稍等，我看看。埃及难道想开城吗？稍等一下，上面可能我今后要和埃及打仗，所以这地方我应该加强一下防守啊。我现在有钱吗？没钱，并不能够升级为弩手，咱们先下回合再说。我记着，埃及从后面要捅我一刀。哇，埃及他真有耐力啊，大老远的他也运输。哎，我把这路给他买通之后，他应该没法运输了吧 ？OK， 咱们出火枪手啊！选择研究，咱们继续来。制图学大量生产，可以造伐木厂。哦，提升条件，伐木厂就是那个尤里卡嘛。我想想啊，今天这次更新好像感觉翻译的水平有所提高啊。建两个港口。我想一下啊，工程术，看到这个名字就想要。OK， 选择生产项目，横滨，中师。张，稍等，咱们先出银行啊，没说呢。单位需要移动，横滨，因为没有粮食，咱们往横滨运粮食啊。选择这个，福冈什么好处没有？横滨获得两个粮食，三个产能。OK， 开始贸易。然后呢，选择移动。哇，这儿有硝石，我得把它买过来啊，稍等啊。京都购买，然后硝石156，买掉。我在这儿要干一个东西啊，然后京都应该是生产一个建造者才好啊。咱们先不生产斗兽场，先来一个建造者。五轮，哎，这么多轮儿，我看我有没有建造者。稍等，哎，有建造者，居然在睡觉，太棒了！过来，建造这个硝石。单位需要移动，咱们的弩手也没个蛮族让咱打一打啊。先待机算了，下回合。咱们可以出火枪手，一会儿我出点火枪手啊。埃及，你在这折腾什么呢？他难道要打俄罗斯吗？哼，我讨厌你！哎呀，他讨厌我了啊！这个贵妇人，妆化的太浓了，拜拜。他认为我是好战者，可能我的军队有点多啊。王の権力について述べるなら、神の意志に逆らうのは冒涜であると要は断じる。改变政策，军权神授。我看看啊，骑士精神，让骑兵可以增加5%的生产力，很有魅力这个卡牌。啊，农奴制我也想要啊。算了吧，哎，稍等，我看能不能改变政体啊。哦，还不行啊！哎，可以了，君主制，4张卡牌，改变政体，
天哪，这样的话咱们能有多张卡牌啊？稍等，刚才这个增加骑兵骑士精神，然后农奴制咱们还要，还能再放一张军事卡牌，我看看啊，放个经验，军营和区域里面生产的力，提高百分之三生产力，这不好啊。奇观我并不想要这个吧，古老的城区，哇哇哇，古老的城区加两住房，精英政治，稍等啊，所以贸易路线增加两个金币，再来这个吧，加俩金币太棒了啊。 OK， 选择市政咱们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啊。海军传统，海军基础设施，来这个七回合，雇佣兵还差一回合，先雇佣兵吧，才一回合。 OK， 咱们下回合喽，出雇佣兵。我发现你和我志趣相投，必须表扬你，少来这套，一会儿咱们打仗啊，咱们太一样了，叫什么，同性相斥，异性才相吸。你看我和法国和埃及打吗，我们才不打啊。哎，咱们这就下回合。哎，稍等一下，福冈需要更多的住房保持发展。我天哪，稍等吧，福冈没住房绝对是不行啊。我看看啊，咱先不出城墙了。哪个能够提高住房呢？咱们只有把这块地买下来生产农场才可以啊。天哪，那先来个建造者吧。我天哪，怎么把这事给忽略了。下回合，这块没有粮食，我刚注意到福冈缺粮食啊，那咱们还得赶紧生产商人。傭兵が戦時には敵が富を略奪する。 OK， 雇佣兵升级花费减少50%，这张牌很不错呀，来这个吧，给咱省钱的事儿咱干什么不干。 OK， 选择市政，咱们再来啊，工会旅行商人，出这个商人给咱加钱，派遣使者喀布尔，下回合喽。福冈没有粮食，没有住房，哇，没有住房啊，没有住房，赶紧想办法，我看看啊，一二三，这都不行啊，对制图学有了解。 OK， 建造，稍等，迪比斯现在是住房很充裕，哦，也不充裕啊，迪比斯粮食还是充裕，都没住房，那咱们得生产集合住宅才行啊。迪比斯能买地吗？我看看啊，买地195，这都太贵了。迪比斯的话，咱们先出灯塔，增加一住房，出灯塔。哎，对了，咱们这建设师出住房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啊。贸易路线到横滨，哎，我看啊，2224，直接到福冈算了，啊，到横滨吧，还是 OK。福冈需要八个回合。You tread on dangerous waters in the face of England and her loyal colonies。英国，维多利亚，文明六代的女王特别多，这我正半天看到几乎都是女王，除了俄罗斯。这个地还不是我的，早晚是我的。好，咱们工人生产完之后赶紧赶往福冈，干什么？准备在这儿生产一个农田，咱们先移动过来哦。这个矿咱也能生产哦。好，咱们下回合，目前大家都不动，那么我也不动。这珍珠，这都是需要咱开发的，这螃蟹对不对，这还有珍珠，给它买下来开发。
哪儿就下回合。需要更多的驻防。京都还好了。埃及艳后谴责我了，别谴责我。太妖艳了啊，他认为我是好战者。不会吧，你把军队都派到这儿来。我他这是过路的，呵呵，埃及这是过路的啊。那你接着行军吧，我不管你了。福冈出一个建造者，赶紧过来建造螃蟹。渔船。哎，这什么都没有吧。渔船，哎，这里有渔船。这儿呢，珍珠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吧。 OK OK， 这儿没有。选择生产项目，福冈中智力城墙继续来。然后这个地要买下来，在这儿要修农场。这些荒地没用啊。福冈我看看能不能生产一些增加住房的设施，比如说港口需要达到10。哇，明白了，咱们一点点来吧，下回合吧。迪比斯，赶紧，这儿修一个矿山，这样的话咱们福冈的产能就会增加，下回合。然后这个工人和上面这个工人呢，发展一下咱们这个刚夺下的城邦。这个格咱们要买下来，一定的。我看看啊，有钱买吧，否则法国会站过来哦。差这格差好多事儿呢。盗賊ギルドの連中を全て逮捕しようなんて思わない方がいい。工匠。日が暮れてしまう。经济。商人。改变政策。商业中心。哎呀，算了吧。没有太好的政策。OK。工人移动。过来建农场，然后这块地格必须要买下，130，必须买下。选择市政，看啊，海军传统我居然什么都没做，赶紧继续海军传统。海军传统还出什么？海军基础设施必须的，居然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啊！建造者，这个地方不要推，过来建造珍珠。好，咱们下回合。我看看我周围这埃及怎么样呢？他不会在这儿开城吧？哇，他在修农田，俄罗斯，哈哈！埃及对俄罗斯宣战。コロッセオある限り、ローマは続く。だが、コロッセオが崩壊すれば、ローマも崩壊する。哦。ローマが崩壊するとき、世界は終わりを迎えるだろう。如果罗马倒闭。整个世界也将不复存在，罗马倒闭了，呵呵，公司是吧？埃及对俄罗斯宣战，太棒了！埃及艳后果然是够妖艳啊。那我看看，咱们先建一个渔船，选择生产项目，京都，京都出银行吧。生产项目，横滨，出港口。绝对出港口，出港口的话可以给咱增加住房，希望也能增加人口啊。生产项目，福冈福库卡的话，商人选择生产项目，迪比斯，迪比斯，迪比斯纪念碑。让我想一下啊，圣地加三个信仰，加四个信仰，但是我现在的移居不是特别好啊。我看一下吧，圣地多少轮？八轮，来一个吧。豁去，选择生产项目，小城邦，小城邦出兵营。下回合，这些地我要买下来啊，都要据为己有才好。选择移动，在这干一座牧场。下回合，
干嘛？开放边境 ？No， 不开放。你也别开放了，钱也不要还不行 ？OK， 每轮给我五个钱啊 ！Let's go， 美丽的女士，再见。Harald Sigurðarson, stendur fyrir þér. Aldrei var víking slík lands né lagar. Vá, þetta er sér? Ertu hrættur? Þetta er hrættur. Þetta er hrættur. Þetta er hrættur. Núvei. Núvei hættur, sér? Hvaðið þér, hvaðið þér, hvaðið þér. Ég hann að, ég var þetta hrættur að hrættur að hrættur. Það er hrættur að hrættur að hrættur að hrættur. Það er hrættur að hrættur 一二三，横滨可以买。建造者继续建造矿山。单位需要移动。我看啊，这个珍珠我也想买，我看能买吗？购买，195买不起啊。算了吧。建造者过来准备这儿建造农场啊，咱们先要建造农场是应该的，是最着急的。赶紧。195啊。下回合吧，埃及和俄罗斯宣战打了吗？打了，哇，打了打了，不行的话，我现在和埃及进行一个军事同盟算了，这样我也可以出兵。OK， 会了工程术，选择研究，咱们再来啊。护卫舰，射石炮，五回合。咱们来射石炮。射石炮的话是可以进攻，可以攻城。城邦继续建造矿山。下回合，今天咱们好好发展一下啊。这些地很富饶，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我的珍珠给了英国了是吧？福冈，福冈现在是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缺，然后横滨，横滨缺食物，我把这个商人呢移到横滨，移到横滨。OK， 这个工人过来再造一座农场。Let's go。OK， 选择生产项目，横滨，哎，不是横滨。福冈，修城墙，防守是必须的啊。下一步，然后咱们的京都也应该修城墙，目前的城墙有点薄，我看看啊。中世纪需要六轮，一会儿修啊，不着急啊。咱们先修银行啊。我怎么听到了，好像谁完成了奇观啊？巨石阵，我天哪，我都没时间抢巨石阵啊。巨石阵对于这个宗教胜利特别有好处啊。单位需要移动，哎，在这儿待着别动。福冈，买地，200，买了。OK， 然后在这儿建农场，农场相连有加成吗？对不对？好，咱们下回合。这个鱼在，这沙漠不知道能干什么啊？也许有战略资源，说不定啊。这都是我的，这有船。这是埃及，埃及艳后，真的很迷人啊！我看啊，咱们的横滨商人需要粮食，对不对？还没有太近的给粮食的地方啊，就来这个吧。咱们的小城邦，九回合有点多啊。好，单位需要移动。哇，这个家伙目前没活干。这儿矿山，好，咱们下回合喽。罗马竞技场，它能辐射六格。海軍には伝統があり、未来がある。我々は誇りと確信を持ってそれらを見据えている。非常崇尚海军的一个人。我看啊。每回合增加海军统帅二，增加二啊，暂时先不要了。OK， 选择市政，
市政咱们不能走得太快啊，商人共和国算了。重商主义 ，OK。Let's go， 派遣使者，宗主国都是我的了。拉文塔，拉文塔在哪儿啊？我看看啊，太远了，这不要。喀布尔，喀布尔也不近啊。香港，香港在这儿。香港它被法国包围，天哪！喀布尔吧，远交近攻啊！我现在还是没钱，咱们先下回合。我不行，敲诈点谁？我敲诈啥俄罗斯算了。你不给钱，那我就和埃及同盟，这个战术比较好吧？这个地方都是冻土啊！稍等啊，咱们敲诈一下俄罗斯。索取，每回合时太多了，给8就行。他不给，好的，那咱再便宜点啊，5总行了吧？也不给，战争借口吧。重，我天哪，这怎么谴责？我想谴责。哇，这还没法谴责他，这怎么谴责他？谴责不了啊。那这样吧，咱们和埃及同盟就会自动和他交战嘛，对不对？埃及在哪？这儿呢。埃及艳后交易，还不能同盟。天哪，那不行，我送你个马算了。要马吗？给你个马吧，赠送礼品。 Let's go， 我无法接受交易，拾金不昧啊！天哪，那算了，不行了，看来咱们也必有一战啊！你太妖艳了，但是咱也得打了。选择生产项目，迪比斯神社，神社，为什么咱们要建神社？以后呢，咱们可以靠信仰购买东西。大家请看，340够贵的啊！好，咱们先下回合吧。哎，这有鱼，买下。迪比斯以后也应该是咱一个大港口啊，下面还有鱼，天哪！我对经济有了了解 ，OK。それがどんな人物かを判断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OK， 咱们出射石炮啊。这么说啊，我这个工人先在这干矿山。这么说，咱们的投石车应该能够升级为射石炮，125斤。OK， 赶紧。回到咱们的领土上，然后呢把它升级为射石炮。选择研究科技术，我看啊，印刷术出紫禁城，这个咱不要。大量生产，大量生产，制图学可以造两个港口，来这个吧，而且可以加钱。选择生产项目，京都，古罗马，古罗马维护费1啊，这先不要了，先来城墙吧。下一回合，消失，咱们只有一个，我看看哪还有消失。这边看不到啊，这边不行，派我的斥候，还是啊，派我的一个骑兵来探索一下吧。我这这么多骑兵呢，不行，我这骑兵都带着工程塔呢。这个骑兵是我的吗？俄罗斯的，目前不能宣战。骑兵啊，解锁吧，解锁工程塔回国。骑兵过来探索一下，这有路。哇，白茫茫的一片啊！升级为射石炮 ，Let's go！ 哦，这射石炮太漂亮了。我稍等，我这钱不能这么花啊，我得需要给他再买点地啊。比如说我看啊，三格，一格，两格，三格，这个第三给他买下来吧。海洋资源啊，这是。买地，我的宜居度不是很好啊，205，这都太贵了。哇，这太贵了，第三格。宜居度不好的话，应该是生产娱乐中心。OK，
咱们下轮生产娱乐中心啊，选择生产项目横滨灯塔，增加一食物一金币，太棒了，横滨就缺这个啊。派遣使者喀布尔，确认，这是咱们的射石炮升级。工人现在又没活干了，看看，来这边吧，这有鱼，一会儿让他来开发鱼吧，让他过来啊。单位需要移动，没钱了，现在绑定。下一回合，因为这个车和这个工程塔绑定的话，他们都是两个轮，两个移动力，所以呢对咱没有影响。两回合了，两个移动力哦。制图学出什么？这是轻快帆船 OK， 维护费四，不造。能升级吗？不能升级，那两个在这待机算了。射石炮我找哪试试，但是射石炮它是进攻，它是工程单位，它要是打一般的这些个敌人的单位的话，打敌人军队的话呢并不占优，有这个问题哦。驻扎射石炮，驻扎以后我就三门就射石炮了啊。走，转一转这块。哇，白雪茫茫啊。选择生产项目迪比斯，我看谁还能给我加人口，这只能加信仰，工作坊加产能，寺庙加信仰吧。选择生产项目，我的城邦城墙商业中心娱乐中心，我看啊，娱乐中心咱们挂在哪儿？挂在哪儿都没加成啊，挂在哪儿都没加成，这块地是咱的就好了，哪儿都不舍得，娱乐中心挂在这儿最好啊。您需要152个金币，上点别的吧，先来兵工厂吧，先来中世纪城墙吧，维护费一，兵工厂维护费二，兵工厂吧，也许一会儿要和他打仗的，对不对？下回合。普雷斯拉夫，这名一听就像希腊的啊。哎，不对，希腊都是叫什么斯什么斯是吧？亚历山大，啊，这不这儿吗？希拉孔波利斯，哇哦，太难念了。休眠工程塔，咱们的骑士继续探索啊。这边有个虾米没用啊，有个螃蟹，选择生产项目，横滨。还得需要人口啊，住房有，宜居度有，食物也有。我看看啊，横滨人高兴，再过十一轮人口增长 OK 没问题。那咱们横滨出大灯塔加三金币，为什么不出？来一个，下回合。这个鱼是咱的吧？那修辞那瓦那雷斯门人们哦，他说我的海洋毫无戒备，毫无防备，谢谢你的提醒，我的朋友司机泰。司机泰怎么看着像说相声的呢？好，你好，欢迎你，再见。都是女士啊，这文明里面怎么女士这么多呢？是不是玩文明的男的比较多呀？所以他多做点这个女的这个文明的领袖的话，有人气，好卖，说不定啊。单位需要移动，是哪也去不了了，再往前走一走。哇，这出不去了，下回合吧。埃及和俄罗斯还在打吗？我看一下啊。哦，已经不打了，他们干嘛？挪威又不乐意了。哦，我的海军很薄弱，谢谢你的提醒哦。增加海军，说的是啊。这儿建海港，横滨
横滨将作为我最大的海港。全ての放浪者が迷い人とは限らない。制图学 ，OK。横滨，我看啊，横滨圣彼得堡可以加钱，14轮加11钱，等于一轮加1钱吗？这个是4轮加2钱，这个好啊，迪比斯，咱来这个吧。选择研究，大量生产，我看啊，护卫舰。护卫舰维护费5，大量生产。天文学布达拉宫，印刷术，这没有我马上想要的。这个我想要，野战加农炮，来这个吧。OK， 选择生产项目，福冈，兵马俑，去，兵马俑需要多少轮？我看看啊，兵马俑可以让我所有的军队都提高一个经验值吗？免费升级一次才对哦。兵马俑啊，替换我谁呢？我试试啊。替换，要是能在沙漠造就好了。看看啊，两个农食，两个农物，两个食物。OK， 咱们造兵马俑哦。单位需要移动。我有钱吗？我想买这个鱼，我试试啊。210，买不起。那咱们建造者先待机，休眠，下回合。啊，还是没钱啊！看来咱们还得多造商业中心。稍等，这块地我还什么都没造呢。赶紧赶紧，我这建造者一会儿再让他回来吧。他说我的绝对，我的军队和我一样弱。天哪，埃及艳后，你瞧不起我了，找你的秦始皇去吧。我看看，横滨继续贸易，京都选择生产项目，京都罗马剧场加文化，我还不如加城墙算了啊！我看我有没有好的武器啊？长矛兵、骑士没有铁了，火枪手需要消石。哎，我有消石啊！哦，需要两个消石。如果城市有军营，需要一个消石。军营人口需要达到16，大家都没人口啊！我知道了。生产一个建造者，这些农地都需要开发嘛，对不对？单位需要命令，这块看来是出不去了。走，向右探一探。下回合，我这射石炮太够个了啊，太棒了！这个射石炮咱们再加上气球，可以说无敌啊！我看看我气球在什么地方，飞行。飞行出气球 ，OK。我看啊，我要离飞行还有16回合，13回合，哇，还很多呢。城市化，下回合。干什么？我的帝国正在走向破产，我的债务堆积如山，天哪！他们是不是有造谣罪呢？老是在造谣啊！1、2、3，地我都还没买呢。探索，上人共和国。最后呢，我们是初原的地方去，那里是哪里？我们第一次知道。看一下啊，改变政体，咱们要商人共和国。Let's go。然后我看啊。哇，这个商人一会儿再说。啊，咱们军队捡钱的那张卡牌是必须要，然后再能增加一个经济卡牌。我看看啊，放到上面来算了。经济卡牌的话，本土征服，商业中心有加成，来这个，
城市增长速度加快15%，这太好了。然后再来这个古老城区，增加两个住房，这都是白给咱住房吗？对不对 ？OK，Let's go， 确认。选择市政，重商主义，生产项目，底比斯，礼拜堂，中世纪城墙，工作坊，咱们先来工作坊吧，增加生产力 ，Let's go。然后这是横滨，横滨的话和福冈贸易，增加产能了。他干嘛？啊，我和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不一样，一个独裁，一个民主。下回合，我是想走民主道路。福冈要失去人口，因为我没粮食，对吧？我再看一下，福冈，因为我没食物，集中生产食物。天哪，这样的话应该没问题了吧 ？OK。天哪，我的骑士赶紧继续探索。福冈没有食物，那咱们应该靠商人去给他解决食物问题啊。咱们一会儿再有商人的话，放到福冈。他干嘛？哎，我干什么了？他这么生气？您的收入太低了，哦，嫌我钱赚少了。好心的大妈，这不这么多可以赚钱的地儿了吗？不过我想想啊，福冈没有食物也是让人头疼。不行，还是靠商人吧。下回合，怎么能够增加食物呢？かつてこの灯台は万人を導いた。大灯塔，很漂亮啊！哇，真的很漂亮。OK， 希望能够给咱增加食物。哈哈，选择生产项目，京都。京都应该是问题不大。京都的话，先出城墙吧。哎，稍等，为什么我不能出骑士了？需要铁。啊，没有军营，导致好多事干不了啊。咱们先出城墙吧。然后咱们的建造者赶紧过来。生产农场，选择生产项目，横滨，中世纪城墙。稍等，我先不下回合，我看看啊，再买点地。大家都没粮食，宜居度不好。娱乐中心现在可以造啊，我买地造娱乐中心。娱乐中心可以辐射啊，就买这儿吧，造娱乐中心。OK， 下回合又没钱了啊！我弓箭手都没钱升级啊！福冈、横滨，八人口还可以啊。底比斯的商人，底比斯现在应该是比较富饶，应该是比较富饶。所以，我准备把底比斯的商人派到福冈去。福冈没有粮食嘛，对不对？这个骑士没什么可探的了，走吧，让他回到俄罗斯的边境。下回合喽。我准备进攻俄罗斯了啊。问题是，这都是埃及啊，埃及挡路，建设农场。京都继续建设农场，咱们下回合。哇，真的，我越发感觉到开城的位置很重要啊。
埃及，你赶紧离开！一会儿我要打俄罗斯呢，我的部队如此强大，你让我感到紧张。哇，这个女的一生气确实不好看啊，化了妆也不好看。咱们继续建造农场 ，Let's go。福冈商人 ，OK， 我看看啊，福冈主要没有粮食，和京都进行贸易，七轮四粮食 ，OK。下回合。单位需要移动驻扎。对了，我得需要找点铁去。下回合哪有铁？我看看啊。干什么？俄罗斯谴责我了，太棒了！五轮之内我们可以作战了啊！再见，五轮之内。弩手，我的骑兵，射石炮，弩手。打他应该问题不大，我再生产点地面部队啊。对对对，咱们先拿下俄罗斯再说嘛。移动过来。然后我的日本武士呢？日本武士不行，让他从这面杀入俄罗斯算了啊。试一下。单位需要移动，建造者过来，这还有需要建造地方。下回合，啊，这期呢咱们屯兵，下期咱们继续进攻俄罗斯啊。过五轮之后我才能打他，先拿下这个兵营，再讲和绝对不和。哼哼。京都，那么好吧，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谢谢您的观看。今后呢，我还会更新文明六的视频，咱们继续日本征服啊！咱们下期预定，进攻俄罗斯。好，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